想忽悠我吃三柠檬时。你这厨房搞什么？吃柠檬吃啊，你不知道这个对身体很好啊。和你忽悠，不酸吗？这怎么会酸啊？我专门买甜的。有甜柠檬呢？你没见识吧？你不是自己尝一下吗？我就默默地看你表演。我怎么感觉你是装甜的呢？你把你手上这个东西全吃了呗。吃呗，这是什么？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。啊，你那个表情还不是被酸到了吗？没有，甜齁了，太甜了。啊，那你刚才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个黄的，你把这个青的吃了呗？你就这样出现，懂不懂啊？这绿的才是最好吃的。啊，那最好吃的我不应该让给你吗？在我的世界里。也对啊。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甜的嘞。带给我惊喜。我不吃，万一你骗我怎么办？我一点好处都拉不下。这样，只要你吃，我就把这个给你。就又想骗我是吧？赶紧尝一下。吃呗，看来是躲不过去了。嗯，哎，真的是甜的。嗯，我以为你骗我。别停，你快来，你快尝尝毕老板的甜柠檬。什么也没查找，我删完了。我想吃糖葫芦了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去给你买。Later。那，你要的冰糖葫芦。我没有夹心啊。有呀。红豆夹心。我要吃核的。嘘。葡萄，这我都不想吃了，我要吃。吃，今天你吃不完，我全给你捅进去。哎，来不及，看楼下新开的花店，装修的好漂亮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现在一起久了果然会腻啊！看花店连花都不给我买。把花给我买了，不花了，这穿刚买的巴黎世家，可惜了。喂，你好，你花已经到小区门口了，好吗？喜欢吗？不是，哎，你捧耳机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巴黎世家呀，乔碧罗？干什么？想耍赖是吧你？哎，我就耍了，这就是买不花，这刚买的巴黎世。如果你不换的话，我可就把录音发给他妈了啊！我让你录音，你居然敢打我，乔玉罗！我打你了吗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了？你录音能录到我打你了吗？我让你嚣张了，你现在可以换了吗？把家里的灯换成遥控的后，骗你有是声控灯。你把家里面灯换成声控干什么？你不是让省电吗？我让你省电。嘿，啊嘿，不行，你得喊特殊的词，巴啦啦、小魔仙、全人变。那。只能设置这么长时间。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小魔仙，全是变。你看他妈的灯只能亮这么一会儿。
你以为这就完了，趁他上厕所再整他一次。啊，气远怕硬。这么快就出来了呢？不出来怎么办？我在里面一直变身吗？你好自笑，你要是没事干就去玩游戏不行？游戏哪有你还玩？我是等你没换。不是你是不是真傻呀？一晚上去上厕所来一场子，那我怎么睡觉呀？那就都别睡啊。那我可不敢，我身体吃不消。Later， 那给你买小声控灯。你喜欢上厕所，我睡觉睡得又死，有了这个你就不用害怕了。当我假装闻了女友闺蜜的名字，然后故意为她指那比如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怎么动作这么骚啊？What the fuck？ 什么呀？你别吃了，那就恶心。我手控干啥？拿，直接上手。WS 什么东西？你闻个猥琐的是不是？记得猥琐，这是纹身，纹纹身身。你疯傻子吗？你以为我脑子上这个是什么？你脑子上还有东西吗？我不想这个。哦，纹身，你怎么不纹在身上？哎，别生气了嘛，这个 WS 是我在 Switch 上最爱玩的一款游戏，叫巫师三，没有什么前女友啊闺蜜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把手机给我看一下啊。哎，别摸好不好？在床上，在床上，我还害羞的，摸来摸去。哎，怎么改密码了呀？新密码是多少？不知道啊。说，就是我们今天自信属于。不要跑了，我再次尝试。身材参数，搞了好了，烦死了！笑容逐渐消失。莫说我的还是不行。我没有说是你的呀，是你闺蜜的呀。好像玩的太过分了。哎呀，玉罗，我刚刚都是开玩笑的。别烦我，家务还没做。好像真生气了，这么整他，他还想着做家务，去道个歉吧。玉罗，我。你在洗什么呢？我在哪呀？